看，迷你世界中的海鸥，它是海面上的强盗，它会夺走我们人类手中所有的食物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海鸥可以被驯服，并且驯服以后的海鸥可以带我们人类飞上天空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海鸥在迷你世界中它们三五成群。如果你也喜欢海鸥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在每一个地形中都有一个可以被驯服的生物。比如说在森林中，我们可以通过驯服窝窝兽，让它成为我们的坐骑，我们使用樱桃给窝窝兽吃一下，此时它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坐骑，让我们人类所骑乘。那么大海上的白色海鸥，它究竟该如何驯服？我和学姐发现，官方大大在海鸥的简介中并没有说它该如何驯服，但是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驯服海鸥的小妙招。在海鸥面前拿出嘟嘟鸟的肉，此时的海鸥就会跑过来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海鸥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当海鸥吃饱以后，此时我们直接坐在海鸥的身上，这个时候海鸥就会成为我们的坐骑，带我们飞起来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乘坐坐骑专属的标志已经出现。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海鸥，它可以用嘟嘟鸟的肉把它驯服，你们知道了吗？